四个颜色，身上的话呢是非常衬白的宝蓝色，玫瑰粉色呢真的是约会温柔必备，所以呢一定要锁定这个颜色。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基础色米白跟黑色，它是大家其实在秋冬啊非常喜欢那种摇粒绒的材质，看起来是 QQ 像一颗泰迪熊球的感觉。那呢小编的肩宽本身是39/40肩，所以其实宽肩女孩你们想要走一字领的感觉，这一件衣服是 OK 的。这本身衣服弹性超级好，你自己看我胸宽，我的下摆，还有甚至于手袖地方弹性空间都非常非常足够，所以呢一路穿到菜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白色呢虽然它是浅色系，但是它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种慵懒感，然后不显胖。然后像是如果你在 L 号身形上，其实我觉得穿起来应该也是 OK 的，因为它空间真的很大。你可以看到这样子拉伸开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孔洞针织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只有寒流来袭的时候才可以穿，没有没有，其实开始转凉的季节就可以穿起来了。它的下摆做的有点像是圆弧的形状，那侧边呢其实已经很好的帮大家修饰一下腰部的肉肉，甚至于高个我167的话呢它可以盖到一半的屁股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搭窄些牛仔裤的话也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它穿起来非常的舒服不刺痒，完全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很扎什么的，不用担心。而且它的 V 我觉得开得很刚好，就是它不会太低，因为有时候穿 V 你就会担心说太低会不会很容易曝光，没错，所以当然不用担心。